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摩诃萨，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恩师，师父辛苦了，祈求大慈大悲卢俊宏恩师帮我女儿看图腾。几几年属什么的告诉我就可以了。1996年11月8日属老鼠。不要讲了，我看啊，属老鼠是吧？是的。脑子出问题了。是的。自闭症。是的。鼓掌。好几年了。7年了。本来蛮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一个灵性上升的，是他外面惹来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他跑出去，所以我叫你们走路要当心，有的地方不要常去，一个是医院啊，一个是什么坟堆边上啊，凡是有这种方面的都要当心避开，所以很多人上坟就上出事情出来了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上坟一定要在12点钟之前都可以，12点钟一过你就不能去了，鬼就会慢慢的都出来了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下午之后上坟很危险，12点钟之前上坟，阳光普照，有菩萨，所以你上坟没关系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已经在他身上好多年了，是一个男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经常这个男的经常捉弄他，经常让他笑，经常让他吃，不停地让他吃很多东西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看他还要鼓掌哦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看开心了，我看你像武林高手嘛。我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灵性啊。他有没有一个哥哥或者弟弟啊死掉的？他没有。就是我嫂嫂有一个儿子死掉了。嫂嫂的是吧？是一个小男孩在他身上。哦，他也说过。看见吗？哦，他自己说过啊。他自己也说过。看见了吗？开玩笑了。要把它念掉，不念掉它就狂吃，以后越来越胖，明白了吗？他很喜欢吃的，他每天一定要吃得很饱才睡觉。对了。如果不让他吃就跟我们吵架，要打我，还骂我。而且不会，他不喜欢劳动，什么事都不干。看见不啦？房间从来不整理。你叫他洗刷刷洗刷刷他都不肯呐。是的。你帮他念700张小房子，慢慢念。我已经给他念了2000张小房子了，念了一年多了。许愿终身吃素，然后他也很喜欢念小房子，他每次拿书的时候他说灵性在吓唬他不让他念。对，因为这个灵性不想离开他的身体，所以你念小房子把他赶走他就不愿意离开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所以这个灵性经常就在他身上搞来搞去，明白吗？是的。他说这个灵性是好的，还会保佑他。那是那个灵性在骗他，保佑他的人不在这里，那在这里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要救他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小房子还有放生。他现在实际上就是个
低人额呀，低人额呀，很凶的，有一天给我的眼睛打出血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叫他敢打，台长爷爷在这里，你敢打吗？敢吗？看台长，不敢。老实一点，跟妈妈说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治治这种孩子，治疗这种病，台长小菜一碟。以后要念经，好好念，听得懂吗？知道了。你话筒给他。知道了。那个男的，你少跟他讲话，你跟他说，狗狗，你可以离开我喽，我念小房子给你，你让我一个人自由一点吧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和你，他就会慢慢离开了，听得懂吗？哥哥，你离开我。又来了，来了，看见了吗？这个刚刚讲话就是他那个灵性，大家鸡皮疙瘩又要起来了。好啦，好了，走吧，离开他身上吧。否则台长不开心了啊！离开，让他恢复原样。我要你来了。你要好好念经吗？我很念的。好啦，明白了吗？那明白了，听话啊。知道了。说吧。这是他原来的样子，看见吗？刚刚那个男的样子。所以你们大家要知道，这个人间呢就是这样，像这种病你怎么看呢？只有好好的念经、许愿、放生。好啦。我想问台长，我给他念了2000张小房子，他收到了多少？里边不是全部都是你念的？有一点，是接原来的。1300。感恩台长。1300张，你要给他念到4000张，他就好了。我许愿给他念4000张，好吗？好的，我想，请台长给我的女儿加持，她很会念经，什么经都背会。好了，你以后记住了，她以后帮你要打你的话，你就给他念大悲咒，他就不敢打你了，明白了吗？想问台长，他的功课我该怎么做？大悲咒、心经、礼佛。大悲咒多少遍？到后面去问，正常的，好吗？还有我家里也有灵性。家里啊？你家里主人是你是吧？属什么的？属老虎的。74年。家里倒蛮大的。是楼房，大楼。没有，是租来的房子。对呀，是大楼房子呀。是的。是的，我还看不见啊。特别是在我佛台上。佛台？你的佛台在窗户边上。没有窗户。边上有一个什么洞啊？佛台边上有一个什么？天窗，像气窗一样的东西。放的是东西，不是窗户。对面是厨房，
佛台对的对面是厨房。嗯，没有，佛台是在最后面。那对面是一个什么房间啊？嗯，对面没有房间，就是一个整体的。墙的后面。墙的后面也不是房间，就是摆的货物。摆东西了是不啦？对。啊，脏的嘞，你们家堆的嘞东西太多，你要好好理一下了。是刚刚堆起来的。看看吧，看见吗？啊。你家里怎么没男人呢？有我儿子，有我老公。你老公住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见他住在里边啊？你老实一点吧，老公不跟你现在住在一起了，老实点讲吧。我跟我女儿在一起，她也是在家里面后面的房子。看见了吧？房间里。看见不啦？台长当场给你们看，我都看得到的。好了，你好好念经吧。你佛台要放个观世音菩萨的像，你现在放了很多其他的。没有，全是心灵法门的，观世音菩萨、南京菩萨、观地菩萨、周常菩萨、观平菩萨，就是心灵法门的一套。左面呢？都什么都没有，这是桌子边上，下面你放过祖上的有没有什么牌子啊？下面是这样子的，是我妈妈的一套心灵法门的菩萨，我给她供了10天不到，她去世了，然后我把她请回来放在我的佛台下面。看见没啦？也是心灵法门的。好了，没什么关系的。我佛台那个太岁菩萨的大杯水经常倒翻，是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，往里边放放。往里边放一下。好了。好，感恩卢俊宏台长。